点吗？有空点。旁边有一个金蛋号的东西。帮我点上去啊。然后你看下面的资料片，它现在会有资料片。什么资料片？你有看到东国天使吗？有看到。那你点下去可以更新吗？它是马上购买。要下班了，再追一下。那，奇怪，为什么猫为什么它不能玩啊？为什么还要买？为什么它还要买中国崛起？没办法，它是一般会有。就没办法玩了、啊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要买高级会员吗？没有啦，就买那个地图就好了。高级会员可以买以后所有资料片、欸。真的假的？那高级以后的那个资料片都不用买了。高级还可以玩什么吗？然后提早变了两个礼拜玩啊。那先玩那个一般的伺服器啊，那你再考虑要不要玩，你再考虑要不要玩，先找一般的伺服器再玩。嗯，等我一下哦。哎，所以阿祖也是买那个高级的。阿祖也是啊，我看他有没有上，然后没上，他应该会晚一点才会上。找个人出来哇，32的。
像你在瞄准的时候是打身体的，就不用不会特地去瞄头了。不会啊，而且这游戏爆头率很高哎，爆头就随便扫打到头。假，真的。哇，我那个昨天在玩单一个那玩的时候，想说哎怎么都扫不到。我转 CS 到 GO 的时候还蛮习惯的，因为我觉得奇怪，怎么大家好像都变得没有那么准。对啊，就是你就奇怪了，才刚转而已，明明还是很习惯，但是就可以打到前面。那1.6就一堆神手了。小米猫，你那对猛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刚那个谁有的？被猫打爆那个什么机，快点，人要买的。跟我王子贴出来哦。小米吗？你那边还有位置吗？等来找我啊，快点啊。来是你帅啊，你是对啊，先到你店。快走！没有，那是伺服器的问题。哎呦！连进去了吗？连不进去啊，真伺服器的问题。你们那边还有队伍啊？再找。没有，你要再重新加入。他说那个什么连线中断嘛，应该是在换图，人突然变少，一下就好。再贴到我们身上，到我童年了。这个在我们墓地，我墓中。哎。你有改标签吗？标签？这怎么改？改那是什么东西？等下教你。好。我改一些设定变成习惯了。哦、嗯。对啊，先把设成跟那个CS感觉。进来说一声。再连了，刚起个。
想变这种人了，想追击一下都不会。找到了，到天啊，红狙击手。进来吗？我在连着。这边读的有点慢了。真假的？我要觉得。因为如果是用 SSD 硬碟，大概就三十秒就进去了。假的？靠，这太多狙击手了吧？我都觉得我进不了。飘了，三分钟了。人用那个子弹打死了。到不用啊，你已经叫我小队啊。都知道。对。吓死了，我的妈！刚刚好，一个报仇又原则。刚刚好打到爆头，那玩这个你最好要看一下小地图，再卡一下，小地图会率先用这个吗？小地图会显示出在你附近开枪的人啊，然后可是你在画面上是可以玩破击炮了。那现在那个新的破击炮也不太会玩。窗外有人，有没有看到小地图？在前面。我那一个人下去就是。
你踩到扩刀，我刚刚就说有扩刀了。哎，哦，是踩到东西啊。踩到地点啊。我还没进来呢。你玩会盾吗？哇，有一点盾的、欸。哇，没有，这么前后的，前后的，关一些东西。你玩这个不会盾就 OK 了。玩那个什么 CSGO， 突然盾一下，但有时候又完全没什么。
跟你们不容置疑啊。